行，哎呀，这怎么做呀？来，随便坐就热身了。你就坐这儿，郑哥，我就喜欢你，挨着你有安全感。哎，各位，这的鱼做的那叫一个绝啊！趁现在太阳大，咱们先大吃特吃，吃饱了之后去开越野车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个好嫩啊！豆腐，豆腐，豆腐，豆腐。吃这个，吃一个。嗯，就懂了。豆腐，老师，你多吃点。啊。 豆豆，嗯，你们房间能多加一床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你让小星跟你们两个一起住呗，你们三个人热闹。那修生怎么办啊？修生怕黑，你让小星过去，他怎么办？对呀，而且他们两个室友住的挺好的，干嘛去我那儿怪挤的？豆豆，来。 缺脑子，咱就不补脑子，吃点鱼头。什么？你跟小新很熟吗？现在已经住哪儿还要管啊？不用不用。哎，表哥，喝鱼汤吗？啊，谢谢。客气。怎么样啊？这这回的是不是不错？也就那意思。 这还差得远呢。吃个虾。干嘛呀？你吃不吃啊？我吃，送过来哪有会要回去的道理？好吃，你也尝一下。多吃点肉。嗯。啊啊啊！ 慢点吃，小心刺。你讲。哎呦，哎呀，这西瓜怎么这么甜啊？来，木木老师，吃个菠萝。菠萝虾啊，来，王老师，菠萝虾啊。不是你这虾剥的是虾皮也没去，是虾线也没去，这叫单身者互助。不行，你剥我吃。摸一摸。 咱们单身狗互助一下吧，行啊，那你帮我弄，哎，我帮你弄，来来来，你帮我吧。